小柿子要的真的过瘾了，你看。今年不要种树都可以压柿子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嫂，现在准备去压柿子，又到了吃柿子的季节了。这个压得了没有啊？啊，柿子进哪里去了？压得忘了啊。哦，弟弟拿把拿桶啊。哦哦，到哪里去压啊，弟弟啊？这个柿子太结了，你看都压下来了。哦哟，好结啊！看，还今年还挺大的这个柿子。啊！我咬的。你太忙了。哎呦，哦，妈！啊，我孟霄，那不人孟霄当多了呀？把阿木下放里。妈，阿叔多你，多你。这是柿子，这里结，这路边这里，啊，就得一个，你看挺漂亮的，可以拿来削皮，拿来晒干。滴呀滴呀，送来送来。这个好拿哦，那也好拿，那皮那又蛮的。哦，咦，没事，多咦，爸爸妈妈多了那嘞，多了弄了。哦，放在那里面了。弟弟也要。今年一般来要都好拿了。掉下来了。不要搞弟弟啊，有蚂蚁哎。弟弟，你在干嘛？喂喂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混。哦，木下当多的，这种柿子要的真的过瘾了，你看。今年上树不要上树都可以压柿子了。哎呀，扛上去了。刚问的喽，啊，过来的，你从哪里？从你们搬往啊，那家伙搬，哎呀，哎，一下就得一小倍了，哎呦，有点满意哟，满意了，一下就一揽，哇，你看，这漂亮吧？这里一多，这里都有一斤多了。哇，哦，今年柿子大丰收啊！啊，
漂亮。等一篮满满回家。嗯哦，回家家了，弟弟儿，你在干嘛？这个重死了，你看，现在这个季节是吃柿子的，我现在把要点柿子回来，泡冷水吃，脆脆的，特别好吃。现在我们放在这个。水果零食，哎，有的这么小，有一个是比较大。今年这个柿子太结了，特别的结。再给它再有点黄了，我再拿回来把那个皮削了，再拿出来晒，那吃起来比较有嚼劲。去哪里呀？我在这买香肠。做不好啊，还要奶奶推来推去啊。嘿嘿，你都知道舒服啊，哦！不出去，不出去！等一下推车，一下又要背呀，弟弟。背那个，啊，背那昨天呢？又要吹风扇。啊！真的好快哦。啊！坐这个凉快怎么样？下一个。这个。